再来教大家怎么样把假分数变代分数，代分数变假分数。那代分数有代分数的样子，假分数会有假分数的样子，所以你一定要先搞清楚。那代分数呢，很简单，就是分数的前面还会有整数出现，所以它就是整数加分数啦，两个都有，有整数又有分数，所以叫代分数。那整数就是大块的，那分数就是小块小块的，所以呢，代分数就是有大块又有小块啦，就是代分数，有大块又有小块的。那假分数呢？假分数呢，就是通通都是小块的，通通都是小块的。举例子，好，三分之七就是假分数，三分之七就是假分数。妈妈比孩子小，妈妈比孩子小，怎么可能？所以是假的嘛，所以是假分数哦。好，所以假分数就是妈妈比孩子小，妈妈比孩子小就是假分数。那意思就是通通都是小块的，所以三分之七，三分之七就是有三分之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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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七个啦。那三分之一就是 一大块，然后切三份之后，每一小块就叫三分之一啊，所以这一块叫三分之一啊。那我现在有七个啊，所以这里又一块啊，这里又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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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所以三分之七假分数，假分数，假分数就是妈妈比孩子小，妈妈比孩子小，所以呢，假分数通通都是小块的，通通都是小块的哦。所以三分之一的样子有七小块，会了哈。所以通通都是小块的。那你要把它变成代分数，代分数就是要有大块又要小块，所以你要把它拼回去。所以这三个拼回去不就是一大块？是就变完整了，这三个拼回去是就变完整了，所以最后是不是两大块，两大块还有一小块，所以就变二又三分之一了。那可以算快一点吗？可以啊，很简单啊，你就是有七小块啊，那你现在要收集三小块拼回去啊，所以呢，收集一次就用掉三小块了，那收集两次，三二六就用掉六小块了，所以最后只剩下一小块。啊，所以呢，收集完两次，收集完两次，那就是两大块，那还剩下一小块，一小块就是三分之一的大小了，所以就是二又三分之一。所以以后你算快一点，很简单，就是七除以三，就是把全部几小块几小块开始收集收集收集拼回去，你切几小块就是收集几小块，所以就是除回去。听得懂？所以呢，假分数变代分数，假分数变代分数，就是把通通都是小块的收集除回去，所以记起来就是收集除回去就对了啦，收集然后除回去，可以吗？好，来做，来，那这个呢，九分之二十呢，所以有二十小块啊，那我切九份啊，所以就会有九小块，我就要收集九小块回去啊。那收集一次就用掉九块，那收集两次就用掉十八块，所以最后还剩下两小块，所以就是变成两大块还有两小块，所以就变成代分数了。那你变成代分数之后，我建议你要马上验算，再验算一下，所以再把它切一切，九二十八，然后再加原来的两小块，所以是不是等于二十，是不是又回来了？所以你没有算错，我建议你要验算哦。化成代分数，化成代分数的时候，一定要马上验算，一定要马上验算，有没有听清楚？来，我写重点好了。好，化成代分数要马上验算，因为除法我们比较容易错，可是乘法比较不会错，而且比较快，所以一定要马上验算，一定要马上验算哦。好，再一题，七分之十六。好，假分数，妈妈比孩子小，妈妈比孩子小，假分数通通都是小块的，所以有十六小块，十六小块，所以我现在收集七小块拼回去大块，所以七一七用掉七块，拼两次七二十四用掉十四小块，所以还剩下两小块，所以就是两大块又两小块。来，马上验算，七二十四，十四加二等于十六，回去了，没有错。好，再来一题，
再来1/4。好，假分数，妈妈比孩子小，假分数，所以通通都是小块的。好，再来收集4小块拼回去，所以呢4×32=4×16，所以刚好拼完连一都没有剩小块的，所以呢就只有整数，所以是4，收工。7/21，假分数，妈妈比孩子小，假分数，通通都是小块的。你怎么切？你切7小块，现在就要收集7小块拼回去，所以除以7×7=21，所以呢刚好拼成3大块，收工。再来我们来做代分数变假分数，所以呢来看这一题。好，整数整数就是大块的大块的，5就是小块的，所以有3大块5小块。那这5小块呢，5小块，那下面这个8是告诉你怎么切切法，所以就是把完整一个切成8小块，8小块，那每一小块叫1/8，1/8，1/8，那有5个的时候就是5%了，所以这个5是小块小块，那这个8是告诉你切的大小，切的大小，可以齁。啊，再来3×4大块的，那我现在要把大块也切一切变成小块啊，所以呢这3大块我都要切成各切成8小块出来，所以3大块都切8小块，所以一共跑出来24小块。那这里还有5小块，所以一共会有29块小的，所以呢切8份小块的样子会有29个，就变假分数了。所以你就是把它乘回去再加回去就好了，所以就是切一切，切一切之后加原来的小块就好了。所以呢代分数变假分数就是切一切加回去，切一切加回去，切一切加回去就好了。好，把大块的切一切，然后再加原来就有的小块就可以了。好，再一题，2又11/7。好，整数是大块的啊，这里是小块的，所以你要把大块切一切，切出这么多小块的，再加原来就有的，所以等于29，所以呢假分数就是11/29，所以就是切一切加回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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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简单哦。再来下一题，5又4/1。好，大块小块，大块小块，大块切一切加回去，所以呢大块切一切加回去，所以等于4/21，收工。